应该是双麦了。双小麦了。好。那我们去二楼吧，走。嗯，发现他们在附近。他来运动了。啊，上面有饼干，饼干。啊，饼干。哎，饼干给儿吃。哪个都要。哦，真的有饼干，有饼干给儿吃啊。他在那找饼干吃，嗯，还三岁啊，所以这个是，哦，所以他是元宝，吃他的饼干，元宝，哦，他是元宝，哦，所以他是，好像他已经第二代了，哎，好像生了，哦，对了，第二代了，他前面他那么，他接他俏脸，他最年轻，对，第二妹妹。哎，跑出来了，他们抱一个，他还挺厉害的，嗯，他用抠的，这个比较好了，可以啊，不一个呀，我以为他会。看得到。